我是嘉义人，所以今仔会当有机会来遮甲大家分享我的心情，我感觉足欢喜的。啊，因为明仔是一日八，所以对我来讲的意义阁愈大。因为我适当的介绍几下休息，其实拢是我伫嘉义读大学，啊，我伫东海大学诶读大学嘛，啊，再来伫清华，东海是读中文系，啊，迄个清大是读财文所。啊，其实即个中间我拢有转来嘉义，啊，就是嘉，因为我有参加迄个嘉义二八基金会迄个二八的迄个访谈的调查，所以伫迄个调查的过程当中，所以差不多逐冬拢写一首二八的册，迄个诗就对啊。啊，所以明仔载是二八，啊，今仔会当转来嘉义分享家己的作品，感觉这是足大的欢喜安尼。啊，我即马是伫东京读博士班，一桥大学。语言社会科安尼，啊，即摆写论文，啊，拄好转来过年啊，嘿，好，啊，我毋知影大家对迄个台语应该是虽然是足熟悉的语言，但是可能较少听用台语听迄、那个啊演讲啊是安怎嘛？啊，因为我已经讲到足惯势啊，所以我想讲我也是用台语甲大家分享安尼。啊，即、這个诗叫即、這个诗集的诗题吼，叫做《落雨彼日》。啊，其实这有故事的，就是《落雨彼日》其实是一首写字别的相关的诗。等下讲者。啊，我今仔我想我的主题是，就是第一是语言嘛，台语；第二是历史，吼。诶，这两个迄、那个啊，搁就是故事，用故事的方式来介绍我的诗，我的诗集。啊，内底有唱足侪历史的物件，安尼。啊，所以今仔可能会听足沉重，但是我是迄个尽量莫讲到较沉重安尼。这是我的诗集，嘿，去年的热天出版的。好，啊，这等下简单讲就好。我今仔我感觉我上主要是要介绍我内底的诗，我大家可能足少听，足少咧，就是大家可能读诗、读文、读作品，但是足少用台语。去读嘛，啊，可能读嘛无啥会晓念，所以我今仔重点是要用介绍我的作品，啊，但是先简单介绍我这个诗集内底来开始写啥物吼。第拢总有七卷，第一是写家族吼，捡骨，小弟嘛会介绍着吼。啊，第二是写我的青春成长的技术，啊，第三是甲土地有关系，就是我开始用台语思考，开始用台语创作了。我回来看土地，甲用华语思考是无共款的，啊，所以内底有一个主题是土地。啊，再来第四卷吼，动物小等下介绍，你感觉足奇怪，动物啥物是用台会当用台语念？啊，这卷内底写的是甲国家，就是迄个主题是国家、民族、国家吼，啊内底有一挂人啊吼，啊有一挂我的民族。你嘛当讲是民族主义的思考安尼，啊第三就是我对语言的思考，过来第五是对语言的思考，啊第六是我写的一挂情诗，无足侪啦嘿，啊过来上尾是全部拢是二八的诗，今仔会介绍几首，啊我作品内底有几啊个首诗拢有用这歌，啊稍等下介绍着安尼。好，啊，有一个粉丝页，大家有趣味，咱去看卖者，我有时仔会去哩问问安尼。好，啊，我简单讲是安怎，要用台语。我大二的时阵啊，我即满35岁啊，啊，我差不多10几年前吼，我哩自由时报，因为读中文系嘛，所以就抓迄现代文学啊。啊，第一届看到台语的时候，我就吓过。我陪阮朋友去看喙齿，啊，叫我无聊哩啊看报纸。啊，报纸就刊一首迄个林永敏老师的诗，啊，迄首诗叫做《读你这本册》。我即马阁会记，迄《读你这本册》，它看起来是情诗，可是它是在讲台湾，读台湾你这本册。啊，我感觉哦，那有法度用台语写啊，真水。阮读中文系，迄个时代10几年前，甲即马阁无啥共啊。读中文系，啊，对母土文化是。鄙视的，啊，刚刚讲台语是做无水准的，啊，但是看了迄个诗，啥物我都写到遮水，感觉足感动，足深刻的。啊，然后迄个时阵开始接触台湾文学，我迄个时阵嘛唔知台湾文学是啥，吼，啊，就开始写看台湾文学，啊，到来规个头壳就改变啦，因为迄个时阵我无去读高中，我是读嘉义农专，啊，规个头壳是足中国的，所以我就去查大中文系嘛，啊，在中文系内底就
迄个读个台湾文学，规个头壳个转变安尼。啊，就是迄个转变内底，佮包括对语言的思考。好，啊，写台语诗其实拄着足侪困难，就是你要用啥物用字吼，啊是安怎？其实十年前到今已经差足侪啊，就是咱即马愈来愈侪作品出来，啊嘛有足侪迄个字典啊、词典啊，线上都还可以查询，所以迄个基本上愈来愈少困难。但是你若无直去读，可能就较袂晓。所以其实譬如讲囡仔借这个机会，大家对台语文学有兴趣，大家加减去看，我想应该是会有足侪的启发甲思考。好，啊，再来就是我的诗内底，差不多有小可讲到，就是历史的部分足侪，啊，其实足重的，我尽量莫讲到较重安尼嘿。啊，主要是今仔日介绍的是为家族，再来为民族，就是为细项的为厝人的代志，啊，再来民族的代志，啊，再来国家的代志，安尼斗斗思考起来，安尼，啊，可能今仔念十几首诗，甲大家介绍吼。好，安尼我就为这个家族开始讲。我毋知影大家对阿公阿嬷的迄、那个记忆是安怎？因为我细汉差不多到幼稚园进前，小阿公阿嬷迄、那个带大汉的，啊，所以我喺这个家族内底写的四首诗，基本上想要写阿公甲阿嬷迄、那个。啊，我请问大家一个吼，就是敢知影捡骨是啥物意思？捡骨现在火葬拢无捡骨嘛？较早有捡骨嘛？啊，我细汉的时阵阿公就听我，但是迄、那个。有一天他过身，我不知道过身是什么意思，我阿嬷跟我说他没去了。然后大汉了，厝里的人说啊，我们来捡骨咯，捡骨是什么，我就不知道。所以我这个诗是用就是囡仔的目睭去看阿公过往这个代志。好，啊，我先念捡骨这个诗吼。好，捡骨写给阿公，你说你去真远的所在旅行，煞是无挂什么行李，干那留一口茶箱，安放所有的秘密。真久拢无消息，昨暗眠梦，亲像听见自己伫迄条山里。大汉我才知，你无坐车，也无坐船，无飞，旅行也无远。今一个好天的日，拍开茶箱。看你的秘密，无像阮的佚佗物，无你常常骗阮的虚伪，剩一挂细线，未阁开花的茶枝，才相信你已经往生的路途行去。就是迄、那个捡骨的，经过迄个捡骨的仪式，较知影过身的意义。啊，往生就是人咧讲迄往生嘛，就是迄、那个，可能这是未足困难呐、啊，就是你对阿公的离开是用旅行的意向安尼啊。到尾是较知影讲啊，你是往生的路途行去，原来阿公是去旅行啊，的迄个意向啊，拍开茶箱就是，即摆火葬无棺材嘛，啊，要送入去火葬要有棺材，但是较早土葬拢有棺材，啊，棺材就是有棺材，所以十几冬爱捡骨嘛，啊，所以迄个茶箱阁有伫咧，啊，小时候的人毋知影这啥物意义嘛，啊，原来迄个死亡是一个，其实在就是伫囡仔的心内是一个，好像是可以讲喻。都只会讲死这个语言嘛，啊，就变成死亡是一个秘密安尼。啊，拍开茶箱看你的秘密，啊，到了大汉才知影，原来讲过身，就是到了体会过身这个代志。嘿，安尼，这是一个简单的我写给阿公的，就是对阿公的思念安尼。好，安尼，我想要拜托这刷这首吼，那我今仔迄个所有诗拢甲死亡有关系啊，甲天天的会过年，大家。拢咧讲侪吼，啊，不过迄个我感觉死亡这个意象是足水的意象，但咧豆豆迄个体会。啊，我这首诗想要拜托一个女孩子是最好的啦吼，就是帮我念那个挂号里面的华语，如果有朋友可以帮我念的话，这首诗足长诶，我可以征求帮我念的吗？然后我要讲的就是这首诗是嘛是我细汉的时候，我咧就是要偷窃嘛。你知道陶器是什么啊吼？嘿，陶器啊吼。啊，陶器其实现在火葬或是什么，迄个仪式拢已经干化。啊，但是伫阮前脚的时阵，陶器即摆可能干线啦，我唔知影。但是我搁细汉的时阵，陶器是规暝拢要烧烤钱，啊不能睡觉，然后讲阿嬷有回来啊，安尼的迄种意象。然后可是对我来讲，阿嬷含我讲台语，
然后我出去读册啊，我爱讲华语。然后你去想看卖哦，就是讲你对今天你喜欢的一个人，你甲伊讲我爱你的时阵，你用保语你会感觉做恶心的，就是你会感觉那是你上深的物件哩。你若讲我爱你，真正是感觉爱到做深，但是你为着要惊歹势，你会讲我爱你。可是你用一个陌生的语言，吼，你可以去刚刚好像就是比较，不会太深刻去碰触家己的感情。然后想要去休息是用华语甲台语迄个，就是，但来你感受一下，华语是我好像可以跟大家讲的我对阿嬷的思念，可是台语的话是我自己跟阿嬷的对话。嘿，大家先设想这个情境，然后我想要请，我可以请谁帮我念华语吗？那个华语标准一点的，你可以吗？等一下有佛经哦，你要念出来哦。好，好，反正挂号你就帮我念。较感谢，较感谢。我好帮你念，对，你帮我，我就念一句，你念一句。你念华语，我念华语。我念台语，你念华语。好，好，安尼我抬头，阿你副抬头，好，好。你念台对，对对对，嘿，对，你先，你华语。晚宴，伊阿嬷头七只鸭。我们要去晚宴哦，来。啊，小外那个表姐，我表姐都弄来，都开始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要开始了。他都来该睡的，伯哥该睡几盖啊？吼，反正我念台语啊，你念。他咱哥从他那个开口开始。晚宴，记阿妈头七只鸭。太阳下山，我们欢庆的晚宴即将开办。伊讲你有回来，怎样拢无出声？今年比较特别。灯饰偏黄，点缀清淡。天顶月亮光光，煞少无失个形影。我已学会打扮，你说要为我准备嫁妆。自迄日替你穿好新衫甲手笼。小心收藏那些金戒银环，我再次带它回来给你看。看你慢慢困去，阮就期待这日你会回来。乐师。奏着神圣的古曲，如此隆重的夜晚。为着欢迎你回来，苏梅落去，邀个亲戚。家族成员个个不缺席，一一从他乡奔返。各路神佛组织数量经文，无定净土伫迄边，伫迄边听候。唱吧，唱吧，尽管云朵彼岸，我们放声歌唱。金梅，咱无要听妹妹之音。南无观世音菩萨，轮回娑婆，皆摇业障，业障即空，秽土种灭，随愿往生，故得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。有呀客，好呀客，得意呀客，得得。呀嘛那乌提那罗卡那那嘎鲁。回想每年你画不完的生日愿望，灯影幢幢，绝技不吹熄烛火，让天地见证如此膝下承欢。为了证明你回来，用两块金甲啦，虔诚做杯，印象落地是你在天之灵。大喜之日抹不去，抹不去脸上晶莹泪光。一边人头微微笑，一边梅花点点开。啊，被岁月刻画过的，你的容颜无所变换。看相片内的你，像莲花灿烂。我们所有人围绕围绕，把您团团围绕。
线下邻人的事，是情，是爱，是暖。今夜寒凉，惨到苦尽花羞，烧尽红甲你一身病痛的旧衫。抱歉，还未备妥喜饼，请您继续盼望。收来一条休，最后也等日炎炎花落。天就快亮了，这场晚宴你肯定喜欢。我看您一直笑着，和往常一样。伊拢讲你回来啊，可能是满天的云雨，朦朦胧胧，暗蒙我的目睭。天就快要亮了。天渐渐光。谢谢。好，这个是谢谢。这家好赞。你说他那个跑出来吗？就是对阿嬷的思念啊，感觉有冷静啊，嘿啊，一种是会当用华语，敢若会当甲别人讲的，但是心内迄个台语的物件，那像则是甲阿嬷对话，就是人讲头前阿嬷有回来，可是我看不到啊，啊小孩子也看不到嘛，所以才咧讲，因拢讲你回来啊，可能是满天的云雨，朦朦胧胧暗蒙我的目睭，然后天要就是你对大家讲对阿嬷的思念，可以讲说天请不要亮，就是天请不要亮跟天渐渐光，迄个对甲阿嬷距离是无共，我唔知影大家当感受到无？我无得解释遐济啦，嘿，那这是家族的部分，这样诶，简单念的两首诗安尼。啊，再来是民族诗吼。民族的部分，其实我的心内底拢有咧思考，就是其实以前刚刚有讲过，就是大学的时代的迄个国主的思考是啥物啊？其实佮开始了解台湾的历史了，开始去知影啊，北部族吼，也是讲咱的历史，咱有啥物抗争的历史啊？日本时代统治的是民统治的历史，也是讲战后，甚至是清国时代。啊，甚至是即摆已经无去的平埔族，就是为迄个民族的思考。台湾，咱讲即摆已经常听讲台湾是多元民族，可是其实那个多元内底，迄个做侪物件已经无去呀，系啊。那第一首那个民族的部分，我要介绍的是，这首诗叫做《谁》。好，其实这个是在思考平埔族啦。啊，平埔族即摆已经无去呀，啊，但是《谁》这个意象是迄、那个基督教。好，基督教伫清朝明清后，就是明清时代就有来台湾嘛，吼，也是天主教。啊，因借着洗礼，好像是西方的文明的，就是文明，然后借着洗礼来让你的民族提升。啊，其实，用另外一个思考，就是咱的民族调到，因为我们要跟着文明，所以咱的物件调到无去。啊，迄个洗的意象是为迄个来的，就是讲西方的文明不一定是宗教，就是近代来的文明来的。啊，咱的物件拢无去吼。好，安尼我来念一首洗，我坐咧。洗，相互红姨，红姨是什么？大家知道吗？那个如果基督教有迄个牧师，这个是咱的平埔族的牧师，就是红姨。他是就是祭司啦，嘿啊，就是甲北埔族的神对话的这个祭司。啊，我伫迄个册内底读到阿姨啊，其实他祭司的动作是很狂野的，伊无穿衫，啊，规个用迄个水拍身躯。啊，其实对西方来迄个文明来讲，这是最野蛮的代志呀。啊，可是到底什么是野蛮，到底什么是文明？其实这是可能爱苏克的代志，嘿，时代无同，啥物是文明，啥物是野蛮，好。洗写给红姨，礼伫百年前的某一个交日已经曝干，毋免阁洗。新诗到草笑，同齐待伫风化站，继续练习调高的动作，起笑的笑声。无啥物通好洗，水早着拢总现了神。做伙搬苦戏的查某人，徛挺起来，眼挂悲伤，眼挂哀伤。伊无自律，通阁限制迄个神，也无必要阁说神的神用温带降速生息，暗藏最坑，环为物体，以前白的阴光，下面曾经光耀的纯真，吞大鬼的所在，总算拢被洗清气，
春意飘点飘忽点风中，淡诶淡薄淡湿淡的云片起咧，走出无力的身躯，就是迄个红衣啊。刚刚看到就是，伊是他的祭祀的动作是上吊高啊，然后迄个发出来的声音是啼笑咧，啊就很不文明，很野蛮嘛。啊，其实，在这种多元的时代，已经无去啊。啊，所以后壁就写讲，春意飘飘忽，就是迄个平埔族这个实体已经不见了。啊，红衣也许还存在在我们的周围。啊，春意的魂魄伫遐。啊，然后春意无力的身躯，就是他的身躯已经不见，因为咱已经文明，咱已经进化了，这样嘿。其实内底有做侪迄个隐喻啦，可能大家会当个导导去授课，因为诗讲太多就好像没有意思了，这样吼。好，好啊，过来。诶，这首是写高雄，啊，其实我对高雄最陌生的呀，啊，但是拄好迄个高雄文化局，他有邀请，就是咱替高雄每一个人替高雄写一个古迹，吼啊，然后迄个做一个诗。啊，迄个时阵我咧看高雄的时阵，我对迄个高雄的心写做感觉做趣味的，因为即马是中烈祠嘛吼，高雄心写即马无去啊，即马变中烈祠。啊，这首诗啊，稍等下，买它就是祭拜这个代志，咱会肯定时刻祭拜这个代志。啊，佮有神社咧拜甚物人这个代志，就是日本时代，咱的神变作日本的甚物神嘛吼，他们有什么天，就是神天皇啊什么，就是台湾人变作爱拜天皇，拜日本的神。啊，即马是变中烈祠，就拜谁的神，我不知道吼。对，反正每个朝代人拢咧拜别人的神安尼。啊，一个历史空间，其实它有很多的历史意义。好，安尼就来感受一下吼。好，祭哦，不是啊，迄个祭，高雄神社，神社已经无神，起座的时就无神，无神会无定睛，不时就变经，地址神的名字，祭拜的仪式无定。对一群搁一群，甲咱无伫台神代换，无紧的分别，结几关，飞袂出外，拢总收收嘞，菜伫遐。是啥个神坐伫遐，占地足宽，已经袂记因伟大的形影，啥个天皇、亲王、啥个尊者，日头光请呀，落落当个祭祀。用卡纳写，卡纳就是日记的意思，一个借用语吼。是啥个神倒伫遐？咱甲铺铺塌塌，爱国忠贞的历史记袂了。日头加添死呐，社队热情的打狗声。因袂倒的神，稳稳在在，菜伫遐。美丽倒数坐坐事件，等要调查。1979年南北，一群人烧酒民主做伙行。在神的面头前要求人权，免讲交劣。神话大东阿，神话反光线，一百一百，一撮一撮，拢有神阻挡，拢是神予咱看。无张持的六七日，轻轻的一百年，满天的光景几平，还菜伫遐，坐袂煞的坐，听候顶头审判。这后壁就是咧讲迄个，你看这然后啊，其实伊也是一个，就是高雄吼，啊美丽岛事件啊，迄个其实嘛有一个人最近嘛就中正，像蒋中正吼，就是嘛是神嘛，就每个时代拢有一个造神啊，每个时代其实我们祭祀的拢是咱的神啊，这个时阵咱要安怎啊？其实我嘛无答案啊，就是用诗来思考这个代志。啊，后壁咧讲祭袂煞的祭，迄是闽南讲。其实台湾人的历史一直背负着一挂物件吼。啊，其实咱一直咧愿望讲啊，有一天咱应该是会当有一日当去拜咱的家己的神吼。诶，这个意向里来对。好，啊，这是高雄神社。